在手，那个双刀就看走。行家功夫一出手，他就知道有没有。手是两扇门，脚下是一条根。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魂。开始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刺拳的组合啊。如果说我们老是这样去打的话，对方能够摸清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加一些变化，加一个砸拳、刺拳、砸拳。让我们一样的身体放松啊。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螺旋啊，如何去防守啊？防守对方的手臂啊，一般对方是拳打过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有一个侧手啊，侧手啊，要有一个侧手，要有一个侧手。